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都移植了十二天了，是十二天时间，十二天了。我这两天有点感冒，我想去抽个血看一下是不是怀了，如果怀了的时候得感冒要治一下，光在家这样不行。如果没怀再想别的再啥，我去抽个血，给我口。没怀的话再啥？再继续去。你测了吗？测了，就是还是那个看没有，没看见那个两个杠，有的不抱希望的。不过他们说抽血才准确，我看一下，跟我婆婆说一下。这看他笑笑，现在我笑笑有点感冒了，有点传染，我也是这样感冒的。我那个妈妈。我就给你抽血去吧，抽血呀？啊，就那十二天了，到明天就十三天了。上哪抽去？上上脂肪呗、啊，看看去。看看我整天感冒，不看我还害怕影响到时候，真是如果坏的时候啊，你这感冒不治不行。光是流鼻涕倒不发热。那你从关键时刻他又感冒了嘞，你看。感觉这是天越热，对，也不容易感冒还难好。对，我说看看去，如果抽血看，如果说坏了就啥，就看看医生，再那得什么药能吃的再啥，如果不坏吧再啥吧。看去，看回来不着。我姐姐，我那个什么，那个买的那块的石子石了啥没有？没看见呀，光是你一个缸呀。是吧？嗯，抽血才可准，我看看，抽血看看呀。你去看去。嗯，谢谢啊。我在家看。你看，你给奶奶行吗？是、啊。好不好？又扎便便了呀，都漂亮。哎，有了。奶奶，这个扎的块子还没你揉的块子大嘞。你放平心态，别介有啥压力，有啥压力啊？不用有压力。咱有一个闺女了，是吧？反正就是有个闺女了，有个孩子，有个闺女了，有个儿来敬外。呀，心态就是我这上面有点紧张。这几天从移植回来，我就一直的好像心里有点啥，不啥了。如果能怀上嘛，我就啥了；如果不啥吧，我就赶回去了，赶回等到再去。你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顺其自然。哎，有的有，那没有那你没法是吧？哎，我担心呀。你心态，就是说没心态。你这一直又不是一回两回了。嗯，就是。嗯，一直到。我已经长点儿。加上之前那一直得有五六回了，你看。对。是那个有的打击，以前那个一啥子就有的那个打击到我了。以前那个啥子的时候，有小小后来哎一直好几回哦，都打击的我都精神的有的崩溃了，都大哭。后来有了小小，哎一查小小一坏小小了，我都开心的我都哭了。哎，这样一个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那个成，我也不知道。去抽一下血，有点感冒不行，我在家待着。今天都十二天了，明天他说医生说是明天再抽，我提前一天去抽看一下吧。那你提前管吗？管。我就是再停一天再去。哎呀，没事，去看看时候真是抽能抽出来了，咱们有时候七天就能抽出来是吧？他心硬的很。啊？他心硬的很。哎呀，那你心硬的很啥？从第几天就开始测？你从第五天就开始测。我跟他说别测，一定要放平心态。一测就有压力，压力大。一测一个白板，就没一失落。第二天再测还是白板，还是失落。你慢慢你这样就不行。我怀小小时候啊，我没测。嗯，管他嘞，哎，怀上闺女了。我一点没紧张，没紧张过。管他嘞，我说那时候我说要去的，有什么你别去了，你去一回打击一回。
我说我再最后一次，我再去一次，呀，就换上了。这次我又紧张了，不行，太紧张了，紧张能不能治不到又没换上，我也不知道要去看看嘛。你这个感冒，我也觉得紧张了。摸的这小就不得热了，没那热了，没热热吧？吃了药了？再擦擦，再擦擦。啊，我都给他擦回来。我得传染给俺闺女了，也是感冒。再看看你，他有点发热，刚吃了药。光咳嗽，光是烫鼻子，就是不发热。嗯。